呵，这大号球不错嘛。这球必须要大号，哎呀，大号得小号球得输球啊。这球打13，不是打14高杆啊，两库。看看能叫到哪颗，全是顺位啊，13中带，12底带，看见没，老铁们，全是顺位啊。那这球的话可以先打12啊，兄弟们呢，12不打10号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先打12，然后往这走啊。 往这走可以叫10、13都可以打啊，这球可以给点左塞高杆。然后这球中杆往前一蹬啊，叫13中带就可以了啊。呀，是不是蹬多了这球？完了，这球蹬多了，老铁们，这球蹬小点，蹬小点往上走啊。完了，这球蹬多了。 那这球只能是高杆小力推球了，只能这样了。然后打15了，这球就难了，比刚才难多了，老铁们呐。这球打15踢9啊，这可是碰运气了啊。11中带，这球还是一个小低搓，全是小低搓啊，当。 高杆左塞，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